太远了。 谢谢您的救援，不过我们现在仍然困在螳螂大军之中。看看底下，我们还有很多敌人要对付。嗯，我有个或许管用的疯狂点子，但是需要你们这些英雄帮忙。我们来让这些螳螂人自食恶果。 小李跟小楼带着数亿就位，好戏即将登场，咱们开始吧。 我们会像打扁虫子一样打扁你们！蠢蛋，敢跟螳螂人的力量正面冲突，你的死期就要到了！虫群们攻击，将他们碎尸万段！虫群正往斜坡上来，用树翼减慢他们的速度。 这座平台，派琥珀之翼出动。琥珀之翼要飞进来了，小心！我现在没有目标，我要先找到目标。 石灰者带着炸药，直接攻击会造成爆炸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他去哪儿了？我离得太远了。
碾碎他们！战士来了，集中火力！ 听着，全力进攻！宰了这些懦夫，他们让我们看起来像傻瓜。 这道门锁上了，但我想我有东西可以打开它。嗯，我来看看，30秒隐性。我说30吗？我的意思是3。去吧。 你必须阻止他们的攻击！要必定沦陷，你无法阻挡我的军队。阻止他们，螳螂人进攻！ 放下武器，我需要目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 目标。